其实我们学校小朋友国小部有29个，幼稚园有11个了哈、哦。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还比这里多啊。但是这里也横跨了5个年级，所以我们还是有把这个精神有尽量抓到了哈、哦。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小朋友会为大家做一个欢迎的歌曲哈、哦。那表示我们对大家来到茶山，欢迎大家有机会常常上茶山来。那我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等一下会带着小朋友一起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的老村长，也是我们的长老安李玉燕长老。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